今天20:50的时候，哈，在和平东路一段73号前啊，那个红色自小客车疑似啊，在变换过程中，与同向机车发生擦撞。红色自小客车行驶在内二车道中，然后它要变换车道到内侧车道来，然后这个过程中，与同向的机车，他们两个是并行，然后发生了擦撞。那擦撞之后，机车骑士可能有碰撞到，然后向前滑，就碰撞到只能倒地向前滑行之后，啊，追撞前面的白色自小客车。那林姓机车骑士有受伤，那现在在台大医院急救中。